同学们啊，今天呢我们要翻遍古迹区 ，Let's go！ 明月惊流星，阴林别异同。老师，这破门帘有什么含义吗？好像跟关公很有关系哦。其实啊，这和关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挂在祠堂前的门帘呢，是那时候创办人为了对外人交代建立祠堂的这个寄语哦。天地会在中国各地，甚至在海外都有分会，而每个分会各处都有挂上对联。比如在明英祠的忠义堂上，关公神像两旁便挂有“忠义门前大门开，事有无情莫进来”。这些对联是为了让成员们时时刻刻记住天地会的精神，慢慢的也成为了天地会员们的行为守则。那么由于当时受教育不是件简单之事，大部分的成员可能只认得一些常用字语，所以为了让成员可以容易理解对联之意，天地会所用的对联都是比较简易明了。哇，原来这些对联也有这些寓意的。是啊，老师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呐。老师 ，please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吧。Yeah！